喂，师兄、师姐们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那这边是，我们先是这个仪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一拜。顶礼弥勒菩萨三称，南无大慈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弥勒菩萨摩诃萨。弥勒菩萨赞记：过去曾作智光仙，大慈三昧妙难宣，庄严南有海岸国，古出上生兜率天，心是圆明十方界，信修功德一时圆。几多内愿往生辈，会起荣华受记千。发愿文：弟子我等从今日始学习瑜伽师地论，唯弟子等智慧浅薄，业障深重，恐未能契合真意，唯愿菩萨加悲。智慧名利与义无碍，发欢喜心，有始有终，功德圆满。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师兄师姐们好，现在吧。那我们现在是到了第21课了。那这一次呢是有讲，我这个没改啊，是讲业门的最后，然后再讲到业增上。那我现在讲一下这个关于本课的这些事情。那缺课的同学一定要补课哈。那补课的地方呢，就是 Zoom Cloud 这边的录影，还有这边 OneDrive 也有，啊，那所有的录影就是在 OneDrive 这边。那参考的资料就是 Always 有一个白发无畏，那。注意的事项就是说，我们这边有所有的教材都在这里，那都是在 Google Drive 上面，你可以去 download。那思考题讨论的时候，还是尽量的避免冗长的申论。如果不方便发言的话，但是其实是鼓励大家发言啊，请你尽量不要。说那个芥末，好的，那我们先看一下科判。科判呢，我们现在还是在业杂染。那业杂染里头是分了这边九项哈，九项呢，我们现在是在，我们已经讲了业分别、业因、业位。那上一次讲了业门，那我们现在还在业门的最后。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上品故，上品就也就是业增上的意思。这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业门。业门呢，是有雨果门啊，有雨果门跟增益门。那么雨果门这下面这边有初三果啊，初三果有一熟果。等流果跟增上果，那都讲过了，还有与宪法果，就是在这边啊。再来就是与增上果，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那我用蓝色的，与增上果，与增上果这边哈，就
分了这个由佛力等，还有跟由菩萨施。再来就是损益门，损益门就是这一边啊。然后损益门里头又分两颗，一个是橘损害门，然后呢再来就是翻力，翻过来倒过来讲说第一门。那我们先看这个与他争上果。那与他争上果者，为益由受宪法果业。那这个真上果哈，那批寻记就讲说，由真上此真上果从他所生，亦由自业所感。好，那这个他哈，就有第一个就是由佛力等，所以先举例就是佛世尊，由如来所住的国义，必无极易灾痕等起，诸佛神力故，无量众生无极无易无有灾痕，得安乐住。那这个国义啊，其实就是国家乃至于城市啊、县市啊。那这个神力哈、啊，佛的神力，在卷七十四这边呢，就讲说。是如意自在，又名神力自在。那随所爱乐智，皆能起坐。这个起坐就是，能够做佛的事业啊。那六神通中哈、啊，除了漏尽通，其余天眼、天耳等五通所摄的凌空来往，那这个是神足通了。知他心，这是他心通了、啊，都能够得自在，又佛于一切国土，又能如意的变化的关系哈、啊，所以叫做如意自在。因为能够如意变化，所以他的所居住的国义啊，就是一定是没有极易灾痕的。那这个神力其实就是三神变中属于神力神变，就是也就是神尽通，所以于一切国土能如意变化，这是神尽通。那卷二十五的话就有讲这个三神变，就是神力神变、寄说神变跟教授神变。那这边是神力，就是神力神变。那这个极呢，去查字典的话，就是说疾者病也，身体不舒适啊，有疼痛等，就叫做疾。疫的话，也就是流行性的、急性的传染病。那这个灾哈，在卷二吧，那卷二的时候都有讲这个三灾。小三灾，小三灾就是火、水、风，跟小三灾是减灾、病灾及减灾，就是机警的灾，病灾，然后跟刀灾也是刀兵绝哈，刀兵灾就是战争啊，这是在卷二。横的话，也就是。比如说药师经里头有讲九恒，说得病了没有医药，由王法所诛戮，非人呢夺精气，或者是被这个火焚，或者是被水溺，或者是被这个恶兽恶咬食啖哈，或者是堕了悬崖，或者是有吃了毒药，或者是被人家有诅咒，那饥渴所困，这些都是九痕。那如果说没有疾病，没有疾疫，无有灾痕的话，就会得到安乐住。安乐住就是平安快乐了。那虚二这边就说，
利、轮王等。那前面是讲了有佛等，那这边又讲轮王。如佛世尊如是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及住持定的菩萨也是这样子。在转轮圣王管辖的国义呢，那可能也是这个没有极易恒灾痕，有持定菩萨的人的那个地方啊，他也能够施给众生，给没有极易能够没有这个灾痕。那第二颗就是由菩萨施啊，与他真上果这个他呢，那这边就所以就有这个菩萨。转轮圣王持定的菩萨，那这边呢，再来讲这个菩萨。若诸菩萨与大悲心观察一切贫穷困苦夜天所恼众生，施以饮食财谷库藏皆令充足，由此因缘哈，彼诸众生得安乐住。那这边夜天哈，在一些师地论略转这里哈，就的卷四就有讲，世人哈多以善恶由天啊，由天就是由老天了，我们平常讲老天，离时由业，真正来讲呢是这是由业，故说业明天，所以叫夜天，他是这样讲。那我是看其实可以分作两个，一个是自业，自己的业啊，一个就是自然的灾害，也就是共业，自然的灾害或是共业啊。那充足呢，这边充足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在卷四的时候有讲人去呢的友情啊，多份受用匮乏追求的种种的苦，那那边就谈到有七种匮乏的苦，那这边我就举出来这个四种。饮食的话就跟这个第一种所谓具身的饥渴匮乏苦就对应到了，那粗疏饮食匮乏的苦也是对到这个饮食，那财谷跟库藏呢也就对到这个所欲不果的匮乏的苦，那因为的在生活中你一定要得到这个财谷，那也要得到库藏。那第四呢就是逼切追求色受等匮乏的苦，那应该是属于这边的啊。那就结论，那就把这一段给结论做一个结论。如是等类是他真上所生宪法受业因之，所以这个就是在宪法现身的时候就可能会发生的啊，就会有是这个果报，是他真上所生宪法受业呢，那是批行句吧，他也就讲说为是他真上所生，也是宪法的受业所感，所以这边就讲了两个，一个是他，一个是自己。这边的话要稍微讲一下这个施哈，这边讲说施以饮食这些，那但是为什么哈有一些的有情众生他是不敢菩萨的施呢，所以在摄论的第三卷的时候他有一首偈哈，叫做见业障现前积计损恼故，现有诸有情不敢菩萨施。那其实在这一首偈的之前呢他就有解释，他就说见彼有情啊，这个菩萨看到这个有情哈，若施财位即为积计不善法因故，如果我不施财给他了，给这个友情了，那这个友情反而去做那些不善法，那这样子我怎么好布施给他呢哈？
见彼有情，若失财位，即便作于无量有情的损恼因故啊。那从另外一方面讲呢，就是说他会损恼其他的有情，那这样子的话，菩萨就不愿意布施啊。所以这些有情呢，就是有这些业障，有积聚的业障，有损恼的业障，所以不敢菩萨的布施啊。再来就是损益门，损益门呢，就是因为前面是这个雨果门，这边就是损益门。损益门者，位于诸有情依十不善业道建立八损害门，所以这边应该是损害的门跟争议的门，或者是有利益的门。但是呢，现在先讲损害的门，所以先说损害门哈，后翻译利益门啊。那何等为八呢？这边就讲了，先讲说生三。第一就是损害众生。那损害众生呢？这个损害门呢？门的意思就是有这个途径，有这个方法，或者由于损害众生，可以通到这边的果报这边去。那地持论呢？就说杀生之罪能令众生堕三恶道啊。那三恶道我们这边就不详细说了。但是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则短命，二则多病。那前面这个就是异流果，那是后面这边就是等流果啊。那这是长波法师的笔录里头哈、啊，他有把这个地持论这边都举出来。那除了我这边是只是把其中的一部分拿出来，那其实还有很详细的解释哈、啊。各位可以去看笔录。那但是这个地持论是什么呢？地持论哈、啊，就是菩萨地持经，又称为菩萨地持经，又是以地持经，又是解释，又是菩萨戒经，又是这个菩萨地持论啊。所以这边为什么又是经又是论呢？那边就有解释，解释就是说，这边的时候，因为有的传说是说是佛讲的，有的是说菩萨讲的，应该是这样子。然后呢，那所以在这边的话，他用地持论。不管怎么样，这是北梁的谭无灿翻译的。那翻译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菩萨地持经哈、啊，在这个经里头呢，就跟一些史地论的本地分哈、啊、里头的菩萨地是同本的。那尤其是这个菩萨戒，菩萨戒哈、啊、有。你去查的话，就有菩萨地持经的菩萨戒，那这个是比较有名的。那这个损害财物呢？这个财物哈、啊，就是地持经，就是说绝道的罪。那我们这边是讲说不宜取哈、啊，也令众生堕三恶道，这也是一手果。若生人中的话，得两种果报，第一个就是贫穷啊，第二个就是共财哈、啊，不得自在、啊、所以自己对这个共财哈、啊，就这共财就其实是就讲说这是这个财是五家所共的啊。那这个妻妾呢？
损害妻妾的话，就第十论就讲说这是邪淫的罪啊。那我们这里就是讲欲邪行，也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哈、得二种果报，一者腹不贞洁，二者不随意眷属啊。因为是欲邪淫，就是比如说有婚外情哈、就伤害到别人的妻妾了，那所以呢，这个自己的父也都不贞洁，而且自己的眷属也是不随意眷属，也可能会被人家这个比如说老婆被偷了这样子啊。那口是，那口是的话就是虚伪有证的损害。损害的助办、显说过失的损害跟引发放逸的损害啊，那虚伪的有证呢，其实就是在地持论呢就讲说，这个是妄语的罪，也会令众生堕三恶道的。那若生人中的话，得两种果报，一者多被诽谤，二者为人所狂。因为这个伪虚伪的有证，因为是妄语嘛，妄语的话就是讲的话是不是真实的？这个有证，我在想这个有证哈，不知道什么意思。那这个不管怎么样，就是虚伪的有证，有证或者是助证，可以帮助证明的哈，这样讲。丁兄，不好意思，我插个话。那个在讲义里面，这是写的是反证。哦，反证。对。哦，好，太好了，我谢谢谢谢。很多。是反证啊？那我是抄来的、啊。哦，那 OK。哪个讲义？就是在那个大本的那汇集那个汇集本，反正谢谢谢谢，虚伪的反正好，那然后在这边的话，这个就是因为诽谤的关系哈，因为妄语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人家这个好，你说不好，那就变成诽谤了。或者是欺狂，那因为这两个结果，所以也被多结果呢，这个等流果的话，也会被这个诽谤，也会为人所狂啊。然后损害助办呢，就是两舌的罪，也就是离间语，也令众生堕三恶道，也一手果报。若生人中的话，得两种果报，一则是得这个避恶的眷属啊，因为这个是离间语嘛，离间语的话就是破坏和合，破坏和合的话，那你的眷属的话，这个就是不和合，常常容易吵架了，那这就是避恶的眷属，二者就是不和，那这也是不和的眷属。那再来就显说过失啊。那这个就是恶口或叫出恶语，出恶语哈，出恶语的那个显说过失的损害，或就讲说这个过失，因为恶语的话会这个粗暴，这个非常恶意的这些言语哈，也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两种果报，一者常闻恶音，因为常常骂人家，用很恶毒的语言骂人家，所以就会听到这个，反而听到这个出恶的或者不好的音啊，或者不好的话。二者所可言说哈，很有真诵。
会有这样的情形。再来引发放逸，那放逸呢，这边就是祈雨，祈雨就也就是《弟子经论》就讲说无异语，无异语那就是戏论了哈。也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所有言语哈，人不信受，那你讲什么人家都觉得你在开玩笑啊，你这个是放逸轻很轻率的就讲出来了，所以人家都不会相信的。二者所有言说，有所言说啊，不能明了啊，不能明了就是讲的不，对方不能够明了啊，这个是等流果。然后再来就是义三，义三这里啊就讲说这个第八引发部位损害，部位这里啊卷四十七的时候，在讲到初地菩萨的时候呢，初地菩萨就会断五种的部位，所谓的不活位、恶名位、死位、恶趣位、处众生却位，就是处众生说法的时候，或者处众生来带领众生大众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会有却位。那引发部位这些，这个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就是贪嗔痴是引发其他有情部位损害的途径啊。那弟子论就说啊，贪欲之罪也令众生啊堕到三恶道，若生人中啊得二种果报，一者是多欲，因为贪的关系嘛，就少欲知，我们应该是少欲知足的，但是贪的人一定是欲望很强的，很多的。那二者是无有厌足啊。那第二个就是嗔恚。嗔恚之罪呢，也令众生啊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常为一切求其长短，因为对人家凶，那人家也要对自己凶，要对你凶的话，就要找一些你的毛病啊，就会来求其长短。那常为众人之所恼害。再来就是邪见，邪见的罪也令众生啊会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第一呢就是生邪见的家，因为这个果跟因是等流的，以前常常有邪见，所以会生到有邪见的家里头。那然后呢，邪见啊常常会歪曲了事实，所以你的心也会变成为有残曲啊，残就是拍马屁的，曲就是这个常常讲一些这个转弯抹角不好的话。那再来就是利益门，因为损害门讲过了，那这边就讲一下，翻利为利益门，与此相违，就翻过来讲了。依十善业道，就建立八种这个利益的门啊，因之，那这边就很简略的就带过去了。好，那我们再看到现在是到业增上了，业增上的话就是第二个这个科判。那业增上的话呢，那这边啊，在随侍这边就讲了这六种，六科分六科，就是家行、串习、自性、事所致一切所致的损害这六科。那这六科里头哈、啊，在自性里头又分作一不善业变跟一善业变，那也是在这边一不善业、一善业变。在一善业变这边下面又分两个，就是于三福，这个三福就是戒、思戒修
那这边于三会的话，也就是文思修那也就是在这个图的这个最下面就有三福寺跟三会寺。那我们看，叶真上云何，他就解释一下这个叶真上就是说因为真上缘或真上力的关系所以让这个业变得非常猛力极重。当知此业由六种相，就是有六种这种原因可以让这个业会真上，让这个业会特别的猛力极重。第一个是家行，家行就是家功用恨，也就是钱方便。也就是非常努力非常用力的关系。第二是串习，那串习呢，就是无始劫来以来常常熏习这个善恶业那后面的会再详细解释。那在自信的时候呢，在这一边的话，他就用善恶业的本身的特性来分轻重。那其实，在这一科呢，就是专门在比较十善业的轻重。第四的话就讲事，事的话在这边常常就是讲说这是田，这是对象。所以由造业的所缘也就是对象，那我们就讲说这个事这个所缘的对象是比较重的。再来讲说所至一类，那所至的当然是烦恼了那所至的，在业这方面来讲，就是要对治的，就是诸不善业，乃至受尽一类相续。那相续就是说，这个不善业，你又不去对治它，那它我们还会继续造业。继续造业的时候呢，就没有是无损害，就损害就是损伏这个不善业的种子，对于这个不善业没有损害。所以这个无损害的，其实因为没有忏悔没有对治所以没有损害这个不善业的种子。那所致的损害呢？就是说，以精勤修习这个止观这个六度四摄这些去对治这些猛力不善业的所造的损害。所以这边其实可以仔细看一下前面的四个就是通于善跟恶业的。第五个就是专门讲不善业的，第六个专门就是讲善业的。然后解释谁是先讲说家行，那家行故者，为如有一由极猛力的贪嗔痴极猛力的贪嗔痴缠，及极猛力的无贪无嗔无痴的家行发起诸业。这里讲就是这个贪嗔痴的烦恼是非常重的，这样子起的这个现行，因为烦恼重，所以也就这个造的业呢也就非常重。那无贪无嗔无痴呢，这是三善根，如果这三善根常常摆在心里头，也是非常殷重的。那而现起的这个业呢，这个善业也是非常重的。再来就是串习，串习就是串习故者，为如有一于长夜中清净修习，若多修习，
不善善业啊。那这个常业哈、啊，我们常常就是用这个比喻，用这个常业来比喻这个无明啊。因为常业这个业里头是黑暗的啊，应该是黑暗。那我们瑜伽师地论讲说，这个暗哈、啊、有两种，第一种是无明暗，第二种就是疑。那这边是讲的无明啊。那无明的夜晚，因为无明的关系哈、啊，所以无始觉来，无明原形，乃至生缘老死。那换句话说，在生死流转中里头的长夜，所以长夜又常常拿来比喻做生死的流转。那清净修习若多修习，那清净修行前面有讲过，清净就是刚开始，那修习就是更进一步，然后多修习的话就是常常的串习。那现行哈、啊，烁烁熏习种子，因为常常修习的话，会一遍一遍的由现行来熏这个种子，所以呢就变成为猛力了。所以这边其实啊是讲两个，第一个前面是力相，就是猛力，后是情相，也就是常识。那我们在讲精进的时候也是用这两个名词，就是说精进的相貌就是猛力跟常识。那所以我们造业的时候，如果是重业的话，也都是有这两种，比如说贪有猛力的贪跟常识的贪，嗔有这个猛力的嗔跟常识的嗔、啊、那造的业的话也都会这样子，有重业猛力的业跟常识的业、啊、所以这边常业的也就是无始以来，所以从时间上面来讲它是一直在造业。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一不善业变的这边的自信啊，自信中先变这个不善业。那在这一刻就是自信者谓于其语，初恶语为大重罪，然后于初恶罪离间语为大重罪，于离间语妄语为大重罪。那这个就是语。那再来就是讲身，然后再讲意啊。以欲邪行，不以取为大众罪；以不以取为杀生为大众罪。那贪欲的话，跟尘秽来比的话，尘秽就为大众罪；尘秽跟邪见来比的话，邪见为大众罪。那他在这边比的时候哈，那这边呢，后面这边我在解释的话，都是我自己哈在想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讲这边的时候，各位也把自己的意见给参加进来，看说是为什么会说恶语比其语，出恶语比其语重哈。那我所想到的就是说，其语或者是没有特定的对象。或其语的话，他也可能说没有对象，他自己就讲一些这个没有意义的话哈。那或者是他是讲其语，有的时候他并没有恶意的，他就是讲一些无意义的话啊。但是出恶语啊，就会有特定的对象，而且他会有恶意。那出恶语对象啊，常常哈、啊、或只有一个人。有的时候会有，但是离间语的对象啊，一定会有两人以上。从对象多少的话来讲的话，而且这个结果的话，因为破坏人家的和合嘛，破坏人家和合是比较严重的。好，那破坏和合跟妄语伪证来比的话，妄语伪证哈、啊，可能也会达到破坏和合的。那破坏和合，那并不见得是用妄语啊，所以妄语的罪是特别大的啊，因为他诽谤啊，他前面也讲说有诽谤啊，或者是说欺狂啊，都在里头。
那再讲深山的话，深山呢、啊？哦，对不起，这边弄错了。那比如说，这个望雨的时候，我们那边也有讲说，望雨的对象可能是王家、子弟家、长者、居士、大众大集。那这边大众大集是很多人呢、啊，那很多人。那在深山这边呢来讲的话，哈，那。欲邪行的对象啊，是所不因行，所不因行，所以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那危害的程度也就比较小了。那不予取的话，那它的范围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那这个不予取是损害财物，那是比较轻的。但是损害生命的话，那这个是比较重的。在义山上面来讲的话，那与财物据为己有为轻哈，欲侵害人为重啊。那这个是成会的时候，常常就会有对别人有损害的心啊，损害别人。那。嗔恚跟邪见来比啊，嗔恚害人为轻，邪见诽谤害法害人啊，那这是非常重的。那这边所有的都是我自己看到，自己这么想的哈。那各位等一下的时候也可以发表一下各位的意见。那敦仁句就讲说，别两实业业道中哈，先色后心。他这边讲说，先色后心，色的话，他就是说身与业，然后再讲意业，所以上面讲说是身与业。然后呢，色中先重后轻，先重后轻啊，是说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是讲说，讲这个口试的时候先讲说妄语，然后妄语完了以后再讲。离间语，离间语完了以后讲初恶语，初恶语以后，然后才讲绮语的，所以是先重后轻。然后讲这个语业身业的时候也是，我们是讲杀盗淫这样子讲的啊。那杀是摆在最前面的，所以是由重先重后轻的啊。但是意业呢就反过来了。意业的话，我们常常讲说是贪嗔痴，但是贪呢是在这边的话是轻，比较轻的业，所以呢，意业里头是先轻，然后再后重，这边就是这个差别。然后再来就是，依善业变。那我们这边是依不善业变，那这边的话就是依善业变。善业变的话，就有这个依三福士，又于失信、戒信、无罪为圣，于戒信呢修信无罪为圣。那这个失信啊，失其实这个失信其实就是舍掉的意思。那通常有财思、法思跟无畏思这三种哈，就是思的这个性。那这里的思性无罪，思性啊戒性无罪，然后修性无罪，那就没有讲思性无罪。那思性无罪的话，就无罪就是说能断悭贪的意思。那戒性无罪啊，戒呢就是防非止恶的意思，啊，这五戒、八戒这些都是为了要把我们这些容易犯的过错哈，先定下来，让我们不犯这些过错。那他无罪的话，就是色心清凉就是不犯这个罪，因为戒的这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不犯戒，所以就是色心清凉，就是无罪。
那这个修性啊，主要的是修这个止观，那其实还有一切的善法啊，修习善法。那这个善法啊，无罪的话，就是在修的时候要能够断这个烦恼，才是无罪，才是无罪。这个烦恼是福烦恼或断烦恼都是一样的，在当下的那一刹是无罪的。然后再看这个三慧士，三慧士就是于闻性、思性无罪为圣，如是等。那后面就不讲了。那因为这样子比的话，应该就是说，于思性啊，那修性无罪为圣啊，就闻思修啊。那闻性呢，就是听闻正法。听闻正法就是这闻的心。那无罪呢，就是达到了，因为他讲三慧嘛，那就是达到了这五倒截了的程度，那就是闻所成慧成就了。那这个是从解深密经出来的这五倒截了啊。那这个思性无罪，思性无罪，思呢就是如理思维，那能够达到的程度就是善解意趣。善解意趣呢，就是说这个经里头那佛讲的密意，或讲他这个后一层的意思，就是说讲这个意思能够达到怎么样的目的，趣就是达到的意思。那善解意趣的话，解的讲白一点的话，就是说听闻正法了以后，那这样思维过了以后，就可以举一反三啊，触类旁通啊，或者是说看到这个经的时候，就可以想到另外那个经的文，同样的文，同样的道理，或者是讲说你可以分科，可以判教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善解意趣，思所成慧了。如是等，那这个等的话，就是其实就是讲说如说修行了哈，如说修行或者是法随法行，因为这个四欲流支里头，比如在涅盘经里头就讲说如说修行，那在一切四谛论里头讲说法随法行哈。那在解深密经里头讲，就讲说他就是成解脱意，修行了以后能够达到无罪的话，就是说能够成解脱意。那这个解脱意其实就是福断烦恼一样的意思啊。因为解脱有两种，世间的解脱就是福烦恼，那出世间的解脱就是断烦恼。那这个是一善业变，再来是由是哈，是故未如有依于佛法身及随意尊重处事。那因为在这个尊重的对象来讲，佛三宝跟这个所尊重处，我们前面都有解释了。那这个是啊，还是对象的意思。那这边为损为益，先讲为损。为损的话，就是对这个佛法僧三宝跟这个尊重的地方或师长啊，哈，或这个阿舍离啊这些，那轻视、诽谤、损害等，那这个叫做为损。那为益呢，就是恭敬、供养、诚实等等。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形啊，就会造作非常重的事业。我就把42章经啊就举出来，有因为对象的关系哈，就可以看得出来，犯百万须多还，犯就是以名词做动词，就是说来供养，以这个饮食来供养。百万的须陀洹不如犯一斯陀含，
犯千万的斯多含不如犯一阿那含，犯一亿的阿那含不如犯一沃罗汉，犯十亿的沃罗汉不如犯一辟支佛，犯百亿的辟支佛不如犯一三世诸佛，犯千亿三世诸佛不如犯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这边的话会强调到说，真正这个修正，修正到这个无念无住无修无证的这个人。所以那这边可以看得到，就是对象的不一样，他的功德也是不一样啊。所以就是说，因为对象是三宝或者是僧啊，或者是尊重阿舍离啊、师长啊，这样子会造成为很重的业。然后讲所至一类，所至一类的关系哈，未如有一一向受诸不善业，乃至受尽，受尽就是去世了或者往生了，那无一时善。所至一类的话，这个所至，因为所至要，因为要对治的都是烦恼嘛，那也就是造了业嘛，也就是诸不善业当有所对治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一类，就是说不善业这一类。好，那一向受行诸不善业，那要注意的话，我们这个白法里头就学过，不善业的话其实包括了恶业跟无忌业，尤其是这个有复无忌哈。那所致损害，所致损害故者，未如有一断所对治诸不善业，令诸善业离欲清净。好，那这个损害就是说损福，损害了，或者是把这个种子啊给降服下来，暂时的压下来了，不善业的现行的种子。那断所对治诸不善业哈，那譬如说在卷三十七的话，就以六度为例哈，能啊，这例子，例子的例，对不起，打错了哈，例子以六度为例子。能够断，这还是先改过来，到后来都忘了。那以这个六度为例的话，能够断六弊。那六弊的话就是后面这个哈，不思断前令，所以前令犯戒不忍这个懈怠哈，散乱跟这个无明，这都这就叫六弊。不思能够断前令，持戒能够断这个犯戒哈。那忍辱能够断这个嗔恚或者不忍哈，那精进能够断这个懈怠，那尽力哈能够断这个烦恼啊、语言的寻思啊、喜乐、色想等随烦恼。那其实这边就是讲说散乱的意思哈。那般若能够断这个无明啊，那这个就是断所对治诸不善业。诸不善业就是由前令犯戒不忍这些，就造了六弊，就造了这些业了。那这个诗呢，就是讲说如来菩萨的真上力，其实包括了如来，包括了转轮圣王，包括了慈心定的这个菩萨，慈心定的这个行者跟这个菩萨。由他们的真上力，所以呢没有灾痕，没有疾疫啊。那这边是讲那个，那八损害门我在这边就没有讲了。
然后家行串习，然后自信跟事，这四个增上。那这个四个呢，是属于，就善不善业都属于的，都有的，都有这个家行串习跟自信跟这个事。那讲到所对峙的一类啊，那就是断所对峙的，因为这是断所对峙的，我们必须要断这个烦恼，这样子才能够超凡入圣的。因为断这个烦恼，或者说这个烦恼没有断，这个第五个，刚才讲这个六相里头第五相就是所至一类哈。然后这个对峙这个损害，就是讲这边，这很重的关系，所以成为蒙力的啊，增上业就是蒙力的业嘛好，那我们就到这个思考题，思考题今天有这个五题，那我们先在这边停一下说，看说各位有没有这个问题。林师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不可以问一下，这个就是魏二的语现法果里面，他有讲到，就由二因缘善不善业语现法果，一由欲解故，二由是故，跟我们现在这个魏三的于他增上果，他这个增上果。是不是也要有这些有二因缘，算不算有现法果？还是不用？就是上一次讲的嘛，对。上一次讲的，就是由欲解故跟什么？由欲解故跟由是故，也就是说，是不是要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对会？对对。不，因为这个现在这个于他增上果也是现法果嘛。对对对对。然后，那他这个呢？他上那个宪法国上面有善与不善，那可是这个于他增上果这里的话，感觉由佛等力与举佛世尊轮王，然后第三个有二是由菩萨是，这个感觉都好像是善的快乐的果报啊，他没有恶的不快乐的果报吗？他这边没有举出来，我想想看的话，有什么样情形会这样子哈、啊？与他增上果，因为他这边以他的他哈、啊，看起来是一个人，那有没有很恶的这个人？那因为有他的关系。由他为增上缘，让我们也得到了一个这个增上果呢。是的，我看他是应该是有，但是这边没有举出来。我看要想象力比较丰富一点，才可以想象得出来。我不知道哈，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哈？就是说，这次的新冠状病毒啊，听说是人为的，那这个人是不是他？然后造成我们每一个人就因为有这个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这样子的灾难。没有办法安乐住，大家就每天人心惶惶。对，但是这边的差别我在想是说，虽然是人为的，可是他并没有说想要害所有的人。那在这边所举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佛菩萨他是想要利益众生的，是。有这个欲界的。那假设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病毒呢，本来是作为一个武器的话，它是有意图的，这样算不算？这样也可以讲说，我与他增上果。这样子可以了解，因为我现在又想到一个 case，就是说下面的这个第三个这个，若诸菩萨以大悲心观察一切。
困苦，我们不要讲贫穷，困苦夜天所恼众生。因为昨天啊就很奇怪，武汉就临时开放4个小时的那个，那这个是不是这个4个小时之间啊，很多人可以跑出来，封城开放是吧？对，封城开放4个小时，那其中就有一些人就可以跑出来，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白血球病童啊，跟他的妈妈就可以出来，就可以回来。那这个是他的自愿啊，还是共业？因为也有别人帮助他。因为你刚这里这个真善国是从他所生，亦由自业所感。那我就在想说，如果没有那个武汉副市长说，可以开放4个开放不封城了，那他们就不能跑出来嘛，对不对？对。可是4个小时以后他又封城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就这样出来。那这个是副市长是与他身上的这个他吗？因为他也要这个病童也有自己的线，那个自己的业力啊，我不知道这样乱想对不对？对，也应该是这样的。他就是他力的意思，就是其他第三者的力量。好。我插个想法。我想这个他呢，如果按照我们这两页上页跟这一页的这个文字来看的话，哦，其实讲的真善，而且这里所谈的大概都是所谓的善真善，哦，那以这边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他可能就是某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象，譬如说佛菩萨转轮圣王。哦，因为按照这文字，我现在是光按照这文字来推敲这意义啊。那当然，现在这个地方这个文字是以白品来看嘛，讲的是善的部分。那如果真善，其实真善有逆真善。那如果逆真善的话，就是等于另外一个做对的一个对象哦。刚刚如果我们讲说那是学习的对象，那这里可能就是一个引起我们称哦。带着我们嗔怒的一个带着我们做这怎么讲呢？让我们有坏的想法的这种对象，哦，引导我们走向烦恼的这种对象，是，哦，所以这是原来我对这个他的这个字的看法。呀，因为在这边的话，这个他好像是他能这个，因为都是讲的佛菩萨嘛。那他们是可以影响我们的，应该是这样子讲嘛。那所以那换句话说，如果反过来讲，如果说那个人他有造很大的恶业，或者说有造恶的能力，或者是能够引起我们贪嗔痴烦恼的，那这个也是他呀，就是嗯，那如果这样以这样来看的话，刚刚那位师姐讲的也没错。哦，这个，武汉这件事情，不管怎么样做，都是因为有一个他，有一个对象，有某一种状况在引导，乃至于那开放4个小时让他出去，也是一种引导。哦，那至于怎么样，我们可以不管他是什么动机什么之类的，但是呢，这种引导的力量是存在，这才叫真善。对的，对的。嗯，这个他就是第三者，或者是他有这个真上缘的关系，所以让我们得到这个真上果。好的，谢谢。谢谢。好，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你不要客气。那个林师兄，319页哦，下面那个敦伦集哈，哦，过来的。第四行，亦可辨别前六种。让我找一下啊。好。319页是吧？对，第四行，亦可辨别前六种。第七、第八，诸业共引，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劳驾您再解释一下？你是说讲什么？就是损气门有八，
初七是生三十次，这个第八合是一叶道，这个你刚刚有解释过了。哦，对，对对对对，就是亦可别别初七，初七嘛，前面七个就是损益门，前面的七个就是生三跟与四嘛。哎，那如是配之，配之就是杀道淫，然后这边就是妄语。他按照这个次序，妄语，妄语，第二个是什么？妄语离间语，然后初二语，然后七语，按照这种顺序嘛，他如次配之嘛，哈，嗯，他是按照次序。第八合是啊，第八啊就是贪嗔痴合起来，嗯，那合起来呢是。异业的三个业道就这样子。对，我的问题就是，可不可以再请你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亦可别别前六种，第七、第八诸业共饮。哦，亦可就是说也可以这样子解释的，别别前六种。好，我们把这个，你等一下来念这个，然后我先到这个。PowerPoint 这边来哈，那损益门的话，那超叔讲前面六种对不对？对，就是一直到这边第六，哎，到第六对不对？对 对, 对，它都是别别什么？别别就是别别前六种，就是每一种两舌啦、二口啦，不妄语呀、两舌。二口，这个都是个别，亦可别别前六种，就亦可别别好。然后呢，七八是什么？第七、第八，诸业共饮。为什么是诸业共？诸业共饮。对，第七、第八。那。第八应该是比较没有问题。是的，第七。第七的话，引发放逸。哦，因为是这样子，因为放逸的话是无意语，这个无意语的范围会非常的广，所以上一次我们好像也讲了吧，其实。前面的这个口三哈，嗯，都可以包括在无意语里头，不管你讲这个初二的语，或者是讲这离间语，都可以包括在无意语里头了。是，哦，那深三的话，这口三的就没有意思，没有比较没有疑问，嗯、因为他说第七的话是发放逸，哦，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好，那从无意语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就可以说这是口三就可以包括在里头了，对不对？嗯。那如果从放逸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损害这个众生、损害财物跟损害妻子。如果不放逸的话，哈，不放逸的话。大概可能不会做这些事情嘛，所以它引发放逸，那这个引发从引发放逸这个放逸的角度来看，就那个前面的深山就可以包括在内了。嗯，那这又是其余所设，就无意语就可以包括这口山进来了。嗯，这样子应该可以会通吧。好的，谢谢，阿弥陀佛。那还有没有疑问？那没有疑问，我们就来看一下思考题好了哈。思考题说，第一个就是与他真上果的他哈是指哪些人？那真上果是哪些果？那为什么有些有情不敢到这个菩萨寺呢？好，那就是说
因为这个与他真上果，就把他跟真上果分开嘛，哈，那就解释一下什么是他，啊，什么是真上果啊？那我们看请哪一位来？从上面过来的话，怎么大家都选择不讲话呀？我今天选择讲话。啊，李慧，李慧是？是。好，那你先来答这一题吧。对，因为这一题比较简单，所以呢，我就先来解答。他与他那个他呢，可以说可以想成是个他力。或者是他人啊，那这个人的话呢，这里有解释，他说像那个佛世尊啊所住的这个国土，或者是转轮圣王，还有这些持定的菩萨等，这些都是一个加持力啊，所以这个是他的那个部分。那就像这篇批行记讲的哈，真上果从他或者是自业所感的啊，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呢会感的这样的真善果，那他人的力或他人的这个助力啊，不管是顺的助力和逆的助力，他都可以得到，让你得到宪法的果。那第二个题目呢，你说是那个说是真善果有哪些果，我看就是一个宪法果啊。哦，那第三个呢，这个是为何有些有情呢不敢菩萨吃。那我在这里上面看到他说是在社论的三卷，那我就去找那个社大乘论，那我找果然是找到了，他在社大乘论里面呢是在那个真上会学的部分，他有一个标题叫做释疑难。那这个释疑难呢，就是把这个颂这边的颂讲出来的，就是说如果是见业障现前积极损恼，那么现诸有情呢就不会感得这个菩萨的布施。那是有五种关系，在社大乘论里面解释是有这五种关系，那这种关系就不能感得菩萨的布施。那第一个就是那个自身有重业力的，自身的业力重。那这里他要举个例子啊，他说像那个大目连尊者呢，他看到他的母亲呢是堕落在恶鬼道中，所以他就持钵剩饭去供母，但是他的母亲的业障很深重啊，就看到那个饭呢就看成脓血了，不能得食。哎，所以这个就举例子说，本身呢也有一个重业障的话，菩萨即使有这么多的功德想去帮你这个人，也不容易得到布施。那第二个原因呢，说如果我这个菩萨去帮助他的话呢，反而会障碍他升起这个善法啊。那第三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友情呢他自己受苦，他可以厌离，他可以生出离心，但是你帮他了以后呢，他就反而不升起这个出离心这个善法了。然后还有就是说，你去布施他呢，他反而给他积极，这是第四个，就会反而积极他的不善因。你帮他了，他倒自己不用努力了，反而积极他的不善因。那第五个就是说，反会损恼，你去帮他，反会损恼其他的众生。哎，所以就是这五种关系呢，就说他菩萨呢是不，就说有情不能得到菩萨的布施。所以我第一题就答完了，谢谢。谢谢谢谢，非常好。因为社大人的那边你查的话就可以查到这边，对的。那这边我是看了这边把积极损恼这两个原因给弄出来了。对，他是以五个原因来讲，也就是说菩萨虽然有心，但是不能越帮越忙，或帮坏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好，谢谢。好的，非常非常感谢。那对这一题哈，也没有这个疑问。那这边我想可能弄出来的这边哈，
在菩萨这边都是得安乐住，都是希望众生得安乐住。那下面这边的话也是说得安乐住，这边也是得安乐住。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到说菩萨他度众的心都是要让众生得安乐住。所以那这真上的果的话，也就是说他最后会得，我们呢会得安乐住，这是果报。丁文兄，这里关于后面这首偈子哦，我一个另外一个看法，因为就像您刚提到了，菩萨或者转轮圣王这来帮助大众的话呢，都是为了让众生得安乐住，所以无论如何他会帮。可是呢，问题出在哪里？问这个，所以现在就这句话，不敢菩萨施，这个敢的意思哦。我们可以看成为说是没有办法感应到菩萨来布施，或者呢，他不会感恩菩萨的布施，不，他自己感觉不到，他自己感觉不到菩萨在布施。对，哦，他菩萨是布施的，菩萨是要让他得安乐住，可是呢，他自己没办法得安乐住，为什么？因为他是积极烦恼故，积极不善法，对，对，因为他要积极烦恼。所以呢，他甚至于连菩萨在布施他都搞不清楚，那可怜可惜这个菩萨，反正菩萨永远是要让众生得安乐住，但是呢他自己感觉不到。对，所以有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怪菩萨不布施，其实怪自己业障很重，会有各种原因不敢菩萨施这样子。所以这五种原因的话，我们应该自己检讨一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犯这五种。谢谢那个陈师兄。阿弥陀佛。我再看第二题哈，第二题是依照《地持经》，然后是《地持论》哈，说明损害十不善业的果报。那这边有八种，是八种损害能，对。那由谁来稍微讲一下这个吧？这边下来的话，那个简师姐来讲一下吧。好的，我试试看。不过在讲以前哦，我是不是可以回到刚刚第一题哦？它上面有问到一个真上果是哪些果，那这些果呢，是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一题里面的所谓的异熟果跟等流果，可以这样吗？可以这样？哦，不是啊。是哦。是因为这样子，因为那个我们前面的那个异熟果等流果都已经讲过了嘛。那现在特别是着重于宪法果啊，跟这个，这样子啦，我们把那个科判拿出来哈，就比较知道了哈。我看一下科判，对，科判哈，那这一次的科判没有显示出来了。那其实的话，有吗？我觉得好像有。对对，在这里嘛，你看，前面已经讲了异熟果、等流果跟真上果嘛。啊，那这边的话是与宪法果，然后再与他真上果。但是在这个损益门的时候哈，的确就跟你讲的一样，也可能异熟果、等流果跟真上果都会拿出来讲的。所以雨果门的时候分了五个嘛。那我们刚才第一科是讲那个先讲与他真上果，然后现在我们讲损益门。损益门的时候就跟这个雨果门分开了。那损益门的话在讲果的时候就可能五个果都会包括。所以金师兄您设的问题，真上果是哪些果这样子。那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还是讲真上果，这是第一题的话，就是
还是在讲这个与他真上果嘛？是，与他真上果。您设定的题目说与他真上果的他是指哪些人？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真上果是哪些果？对，真上果是哪？那在这边的话就是讲他的实际的那个真上果，所以我刚才就讲说，其实用这个一句话就是安乐住啊，就是。得安乐住就是他的这个，那你详细的要讲的话，就是说得到饮食财谷财谷库藏啊，这些都充足了。那简单的讲的话就是得安乐住，仔细的讲的话就是说，因为有了饮食财谷库藏啊，这些都不缺乏，都充足嘛。看一下，对，这边也是。那另外这边呢，就是说从反面来讲，就是说没有疾疫，没有灾痕。那这个正面来讲，就是得到这些充足嘛。就应该是两种，一个是反面的，就是说没有这个疾疫灾痕。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得到这些东西充足。那不管怎么样，都是得安乐住。这样可以了吗？这样子我们归纳一下，好像有三种果报。第一种果报就是说得安乐住，这是总说的。那怎么样安乐住呢？就从这个反面来讲，就是没有疾疫灾痕；从正面上来讲，就是说这些饮食啊、财谷啊都库藏都充足。这三种。这样可以吧，就比较清楚一点。这个算受用果吗？那个丁师兄，我简直都是与他真上果啊。陈师兄你讲。好，简师姐那个问题，我试着回答一下，看这样行不行哦。好。那个，对，刚丁师兄所讲的这个总说这个得安乐住，这个安乐住呢，来自于菩萨的真上果。对，这是他。对，这是来自于菩萨的真上果，他真上果。那您，我们下一题要看了，不，这个您这个题目第二题这里所讲的，那里写了好多这个什么，异熟果。异熟果跟等流果，对不对？这又是另外的，这又是他是另外一颗了，就是损益门呐。这等于他自己找来的哦，他自己找来的这个异熟果。从过去生到现在这一辈子现在成熟、哦、或者说他自己找来等流果，因为他这一辈子进了人道，然后在人道他受了一些人道应该有的果报、哦、所以这是他的等流果。所以那是跟刚刚的那个异熟果那不一、不是跟刚刚的真上果应该是不一样，真上果应该就是菩萨加给我们的、啊、对，所以我要把这个拿出来，就是说看一下说我们刚才讲这个与他真上果还在这个雨果门这里，那雨果门跟损益门是相对的，那我们第二题的话就已经到了损益门，现在讲损害门嘛，嗯，那损害门的时候就，所以他在我们讲的时候最主要就是异熟果跟等流果了，那当然还有真上果就没有再讲。因为那个，其实你看了后面那个长波法师的笔录，他有讲更多了，不过也都是以异熟果跟等流果为主，所以讲损益门的时候，都是以异熟果跟等流果为主，在讲雨果门的时候，才详细的讲了真上果。宪法果跟他真上果，好，我再想想，那可不可以请丁师兄帮我弄到第七页？第七页，对，要回答。好的，就是四一那个《地持经》说明损害门十不善业的果报，也就是说，他把损害门建立为八个门啊、哦。那这个呢，第一个就是损害众生这一个，那么依
地慈经来说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杀害众生的生命，你就有杀生之罪，那么这个罪呢会使令你这个众生呢堕三恶，比如说判上中下品的这个差别，然后堕到三恶道去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属于一手果。那假设他身为人间的时候呢，他又有个两种果报，一个就是短命，或者是第二个会很多疾病啊，这个是算是等流果。那第二个就是损害财物，就是因为我们有不移取或是劫道的这个罪过呢，那你损害了众生的财物的话，那就也会使令这个作恶的众生呢堕三恶道，那这个是属于一手果。那么如果他来生投生在人中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个劫道之罪会变得贫穷，或者是共财不得自在，也就是说你这个财呢，你这个财物，你的财产就为无家所共，你不得自在，那这个算是等流果。那第三个就是邪淫，也就是损害妻妾的这个罪过呢，就是邪淫之罪，那也会使这个众生呢会堕到三恶道去，三恶道去，然后这个是属于一手果。那如果他身为人的人中的时候呢，他也会有得两种果报，一个是说他的太太或是他的夫人啊不贞洁，或者是他呢得到哈不随意的眷属，也就是说他的眷属有一些遭遇了或是怎么样，这一些呢都算是等流果。然后第四个是那个虚伪反正损害，可不可以劳驾师兄再帮我转到下一页？下一页，虚伪反正损害，也就是说你因为妄语做了不正确的帮人家做伪证啊或什么，然后损害到别人的这种利益啊，或是造成别人很大的伤害，那么这个罪呢将来也会，如果很重的话会堕到三恶道去，那这个算是一手果。那将来投生人中的时候也会有两种果报，也就是说你常常会被人家诽谤，也常常会被别人所虚狂狂骗这样子，那这个算是等流果。那第五个是损害住伴，也就是说如果你造了两舌离间的这种罪的话，那也会令将来会令自己堕到三恶道去，那这个算是一手果。那如果投生人中的时候呢，也会得到两种果报，一个就是避恶的眷属，也就是家眷属并不是很好，那眷属与眷属或者得到的眷属都不是很和睦，因为前生跟人家离间让人家不和和这样子啊，这个是算是等流果。那第六个显说过失损害，也就是因为恶口就是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让人家怎么讲，就是恶口的罪也会使自己将来堕到三恶道报去，那这个算是一手果。如果投生人中的时候也会得到两种果报，一个就是常常听到不喜欢听的声音啦，或是不喜欢听的话之类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讲的话呢常常也会有就是争论啊诉讼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果报，那这个算是等流果。那刚刚第七个就是引发放逸，那这个引发放逸有善有善的恶的这种让我们就是让人家放逸这样子的，也就是其已造的罪，那这个将来也会令其已罪能令你堕到三恶道去，那这个算是一手果。如果能够将来投生人中的时候也会得到两种果报，一个就是所有言语人不信受，就是你讲的话人家都不怎么相信，就觉得你随便说说随便糊弄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你所说的话也不能够让人很能够正确明白了解这样子，那这个是等有果的果报这样子。
那第八个是引发部位损害，也就是贪嗔痴所引发，就是引发部位损害，就是因为贪嗔痴是引发其他有情部位损害的这个途径。那这样子就是你讲的话让别人，或者你做的贪嗔痴的行为让别人有这样子的，就是损害到别的众生，那这个就是他就这个是属于意三贪嗔痴意三的这个三个所引发的。那么第十论上面就是说，如果是贪欲的罪的话，也会令众生堕到三恶道去，那这个算是一熟果。那如果生投生人的时候，他也有两种果报，就是这个人呢、啊、多欲不知足，就是第一个多欲，第二个无有厌足，这个呢算是等流果，那堕三恶道是属于一熟果。那再来就是嗔恚，就是嗔恚之罪的话，由嗔贪嗔嗔嗔恚所引发的之罪的话，也会令众生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有很强猛烈的嗔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杀害别人的生命，那这个就会使令你堕到三恶道去。那如果投生人中的时候呢，也有两种果报，一种就是长尾，一切求其长短，就是人家就会没事呢就找你麻烦啊，给你说长道短啊，没事就是给你有一些排头吃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呢也自己也会被常常被人家损恼烦恼损害这样子，那这一算是等流果。那邪见的话，就是说如果有邪见之罪的话，也会令众生堕三恶道，那这个算是一熟果。那如果得人生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就是生长在出生在有邪见的家庭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这个人啊，他的心啊永远都是很谄媚啊，也不讲话，也或是为人不正直这样子，有这样的等流果报。那就这个题目应该是这样子，报告完毕。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非常详细哈。那这一题有没有要补充的？那我们再看下一题好了，是说明业增上的加行跟串习。那我们业增上有六颗嘛，我们先讲这个加行跟串习这两个项。那我们请陈师兄讲一下好了。哎，好，我的视角哈，加行，加行的话呢，这其实就是加工用行。那么加工用行的话，这来看的话，其实呢，如果用白话文来讲的话，就是预先聚集一些功力，这些功力呢，会让我们更容易达到那目的，更容易成就，这就加行。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这里的加行，这里 OK。你被mute掉了，奇怪，不好意思，我再看。对不起，我来帮你mute，直接变成unmute。OK， 好了。可以了。OK， 好，先听到吧。OK， 好。所以那既然是预先增加功力，这增加的方向呢会有两个，一个是往好的方向去增加，一个是往坏的方向增加。那么在这里我们是讲好的，那所以这个好，如果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那么现在以这个贪嗔的这个，我不好意思，我一直觉得说有点
intuitive， 就很直接的，就这样，那一下没办法讲出来，啊，反正这个意义就是说，加行的话就是，因为意先增加这个功力，因此呢做起来会是非常猛力。那如果这里面的话是这个增加的功力是往坏的地方来看的话，哦，烦恼会变得更重，而且重的话呢会极为猛烈的贪嗔痴馋。那反过来，如果往好的那方向来看的话，哦，就会是无贪无嗔无痴的加行，哦，所以呢这个三善根就变得非常重，哦，所以这个就是加行的方式。那第二个串习，那串习呢大概是从过去生以来，因为无始劫以来我们不断的在那边凡种子起现行，现行生再生种子，所以不断的这样流转，哦，那一直这样过来的话，长时间熏习了以后，这种习惯就带过来。你若多熏习的话，这时候你如果熏习善业，你的善业越来越强，不断的串习嘛，哦，那如果不断的熏习恶业的话，这个恶业越来越重，哦，那过去生大概就过去了啦，反正过去生还是必须要带过来。那这一生的话可能比较重要，这一生的话在串习这部分来看，我们能够做到了用加行来改进，哦，那串习如果说过去生带过来那些的话，就要用更大的加行把过去生的串习改过来。怎么改过来？就必须要做更多的善业，不断的在那边熏习善业，然后把这个过去生不好的这个习性弄掉，哦，所以这个就是善跟不善之间在串习这一块的话，还是必须要跟家行这里来，你就看个人了。有些人带过来就是很好的善业，哦，那也许就很容易，他的家行也就做起来特别容易，因为他已经很习惯做 善方面的这种行为，啊，那有些人这么跟 就不太容易，啊，所以呢这是我对这家行跟串习的这个看法。那丁师兄最底下这一句其实写得很好，哦，上面那一段是猛力，下面这一段其实是时间，所以呢看起来是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把这个包含得很清楚。好，报告完毕。谢谢。这边讲得非常好啊，好的地方就是说串习，就是说那个习气啊，习气通常我们一时很难改过来，那就是要靠这个猛力的加行才能够改过来的。讲得非常好，谢谢。阿弥陀佛。那有没有人对这一题有要补充的，也有问题的？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题好了。是说明十不善业的增上的业的轻重，是说明福业跟慧业的增上的轻重，啊，那这边的话就是讲这个自信，自信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这一边了，啊，那这边我刚才有讲说这些的轻重啊都是我自己这么想出来的啊，想出来的。那这个各位可以让你们各位来发挥一下，我看这边的话，哎，乃芬师姐，你来发挥一下吧。我只能照这个说，就是说，我觉得下面这个敦伦记他讲的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在。生三跟与四，生三与四方面呢，它是先重后轻。那义三这一方面，义业道这边呢是先轻后重，所以这个自性本身它的意思就是说，它的体性本身就是有轻重，然后就以这个来分。我觉得这个敦伦记这个非常好。所以相对的这个
由祈雨跟初二雨来比较，来看的话，初二雨比较重。那初二雨跟那个离间雨的话，就离间雨比较重。那离间雨跟望雨来讲的话，是望雨比较重。所以呢，它是，在因为在这个是口试，生伤的话是欲邪行跟不逾矩的话。是不逾矩比较重，不逾矩跟杀生来讲的话，它就是杀生比较重，所以在这个生伤口试的话来讲的话，是先重后轻。像生伤的话，杀生是最重的。通常我们讲生伤的话，一定是杀盗淫，所以这个杀生是最重的。那口试的话，通常我们都讲。妄言绮语，恶语，再来出离间语，所以呢，它也是妄语，通常我们都摆在第一个，所以它就是最重的。那相对的意三来讲的话，它就怎么样？我们通常讲的意三就是贪嗔痴，所以在意三来讲的话，它就是什么？贪嗔痴的话，最后反而是痴是最重的。这个是在自信方面，就是这样子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那有没有人要补充一下这边的？因为这边哈，因为我在这边我就没有仔细的归纳一下，比如说因为哈，我们上一次有讲说，比如说。每造一个业的时候，它有这个对象，它有这个心或者有这个欲界哈，那然后再来就有这个有这个家行有造业，这个是在哪里啊？有五个条件，通常我们可以从这五个条件里头来看，看说会哪一个会比较重。比如说你的对象，或者说你的这个你的欲解，或你的烦恼，也是烦恼。然后还有这个加行跟就近，那从这几个方面可以来看这个轻重的。所以说，当我们讲自信的时候，你就可以从他自信上面，就是说这个造的业，他刚才讲的，我刚讲这五个项目。对象啊，这个欲解啊，这个烦恼啊，加行就近，那这五个来分的话，看哪一个会比较重。那有没有人有其他的那个要补充的，或者是问题啊？丁兄，这里面我就比较，我看的比较一个，我们可能要考量一下了。他说自信故，哦。自信固则，所以底下就有这些论述出来。对对对，那所以这一点呢，是因为以自信的角度来讨论这十不善业，所以我们得出这种结论。那如果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的话，哪一个轻，哪一个重还不一定，对不对？对。那么所以这里重点就由这里面，也许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说，那自信的重点在哪里？譬如说最底下这个意三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晓得自性。你邪见的话，这个见解贪，哦，举个例好，贪前面讲为什么贪比较轻，贪是因为有外面的东西来影响你，突然看到这东西，哦，也许你没有看到这东西，你的自性里面隐藏了很久，你不晓得说有这东西，你不会起一个贪念，哦，但是呢，你突然看到，你突然起了一个贪念。可是这个邪见就不一样了，邪见是在你的自性里面，你根本就埋着这不正确的见解，那么这见解呢，又深深的会影响很多其他事情，所以以这种角度来看呢，这邪见就特别重。对的，对的。哦，好，那再往上看，深山的话，其实杀生比较重，这很简单，这个大概，哦，因为一个人如果残忍到喜欢杀生的话，那根本没办法。导致往上再看，
易学型跟不宜起、哦、哪一个会比较重，这个就由自信角度来看，我们就要讨论一下。对，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接着说易学型跟对对、欸、丁兄刚讲过分析很好，以危害的程度几个对象嘛，易学型大概就一个对象，但是不宜起的话可能会很多对象。举个例，一个贪官把人家这个剥下来要赈灾的钱全部吃掉的话，那这个是罪大恶极、啊哦、当然所以这个以人数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一点很清楚，是不是、嗯、那如果可是如果以世俗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易学型其实跟不宜取是这样、这是值得商榷的，对，值得讨论的，对，值得讨论、哦、但是呢，如果刚丁兄讲的很好啊，如果以这个人数来看的话，那当然这个不宜取，哇，一个贪官啊，那种罪实在太大了、哦、好，那再往上看这个四恶口，不是口业，四口业。口业里面这个当然我没有错，妄语呢是一个很坏的习惯，而且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妄语几乎上面的三个呢，出恶语啦，这个离间语啦，其余这些呢都必须要有妄语掺杂在里面，所以这个妄语会是最重的，在这里面来看的话，这个妄语会是最重，因为所有的上面这些呢，都必须要以妄语为基础。怎么说呢？我在讲一个奇语的话，其实我不是很坦白的要讲说这个人很好还是什么之类，不是，我是呢，我心里面压根就是一个欺骗的一个行为在那边，然后故意这样讲出来一个让大家觉得很好。离间语当然也是啊，我心里面根本就隐藏着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观点，想要这样来离间破坏，然后来用这种语言在挑拨、哦、所以这个以自信角度来看呢，这个四恶语四疑业但没有错，我们可以很清楚了晓得这个妄语是最重的、啊、那至于以上的话就是其他的这个、哦、这个离间啊，这个出恶语，这个其余如果以人数的多少来辨别的话，那就很简单了、啊、好，这是我想要补充的。对，谢谢。嗯，同这边的话，渔业的话，看起来是可以这样子讲吧？我看，如果是祈雨的话，就是妄语为最重嘛。那这样子讲好了，妄语的话，有没有包括离间语？那离间语有没有包括妄语？通常我在想，妄语可能会包括离间语。妄语里头常常会有离间语，但是离间语里头哈、啊，并不见得会有妄语。那所以妄语看来它的范围比较大，也会影响到比较大。那这样子比下去的话，可能也可以这样比。对对，没错呀，所以这四个以业呢，其实都是以妄，几乎都是以妄语为某一种基础了，哦，然后妄语是一个最大的集合，然后在妄语里面呢，某一部分会是离间语，哦，然后某一部分会是出恶语，这样这一对对对，讲祈语的时候也可能讲了妄语了，对对，讲出恶语的也可能讲了妄语，你讲了离间语的也可能就讲了妄语了，这样。或者是可以从这个果报上面来讲，那我们如果前面有果报嘛，果报看的话，哪个果报比较重？那不过刚才那个谁陈师兄也讲的对哈，那有些的地方哈，会比较模糊的地方，也就是说还要看当时的那个事情里头的话就有这个对象。那比方说你杀生的话有这个对象，结果你杀生如果是只是杀了这个一个蚂蚁很小的东西，那跟这个不宜取你偷到了很多东西，那可能会可以比的，两个可能会比得上，就是说不宜取可能会大于杀生的。
但是这边要注意，就是他是以杀生的自信，光是以自信来讲的，那就是不用那个事上面来讲，用自信上面来讲的话，那这边这样子是基本上是没有错的。就是说你不要牵涉到在事项上面的，或者说特别特例的，用自信上面来讲的话，那这样子的分类应该是这样蛮对的。这样子可以吗？那我们再看最后一题好了哈，是说明什么是所致一类跟所致损害及猛利业重，那其实也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这一个，这两个第五跟第六。那我看这个谁再来讲一下吧，蔡师兄还没回来啊。 OK， 那李慧你要不要来再讲一下？我那个我倒是要补充了上一题啊，就是说那这些那个这各种语呢，这各种语呢互相来比较哈，那个确实是我们光是想也想到只是非常有限。那我的觉得就是说我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再重新参考一下那个丁师兄的那个笔记上面呢，297页，297页到那个302页这个地方在讲这个声那个口，这个、口业这方面这几个语，它倒是分的还蛮细的，所以呢，第四题是可以参考的。297到302，他讲这些妄语啊、出恶语啊、什么语什么语，它到底有什么扰乱的地方？这个是我想要补充的，谢谢。哦，对的。所以就是呀，真的往前面复习一下可能就会看得出来了。对，谢谢李慧。那李慧要不要答一下最后一题呢？这样子好了，我来讲好了。那这个所致一类哈，这个所致呢，就是其实就是这个烦恼，那也就是不善业，那不善业这些就是对治的。那这是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是说，他一直都有这个做这些不善业，但是呢，他都是没有想到要忏悔啊，要改过啊，这样子，所以他就是没有一丝的善。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有这个人真的要他去对治，他就损福不善业现行跟种子，比如他的六度啊、四色，他就都在做，在专门在对治这些不善业。所以那这两种情形都是成了那个猛力。蒙利的话就是业的增上，这应该是这样子吧。那有没有问题或者是有没有补充的？没有补充，对不起丁师兄，我刚刚回答了，结果那个我的麦没有打开，所以我讲完了，我以为我讲了，结果听到你又说了，所以很抱歉。好，你让你再讲一下。我不用讲了，我就是要讲的您所说的。好的，谢谢。那时间超过蛮不少的，那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准备结束了。那我们先忏悔哈，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愿以此学习因缘成就文思修三会见真为妙，解脱尘劳得无生忍，发大悲心弘扬圣教饶益有情。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愿以此功德特别回向这个由冠状病毒所有遭受到这个损害或者生病或者是确诊或者是被封城或者是被影响到这些众生，愿他们都能够早日脱离这些困境，脱离这些病苦。阿弥陀佛。谢谢丁师兄，谢谢各位师兄师姐法布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丁师兄，谢谢各位师兄师姐，阿弥陀佛。